今天对这个世纪最新款的这款 F7 进行。现在要录像，无线线，录音室，先推高一点，先推高边边。现在是一个普通档。普通档的速度达到多少米？5.8米，5.8米每秒。我们先把高度拉高一点，先把高度拉到100米左右，然后再直接拉到120米吧，最高120米。那我们先撞一下，我们现在把它转到速度档看一下，最高速度能达到多少米？高速档运动档是达到8.8米，差不多这样子，8-9米这样子。我们测试一下这个距离。继续往前飞，体验感也是比较一般吧。独船这个，毕竟才只有15帧，所以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没那么顺畅。哦，970米卡住了。调整一下天线，调整一下天线，返航了。我们现在还有电量，我们取消掉返航，取消返航，取消返航，然后再去，好像又卡死了，叫它返航。哦，返航了，画面又传回来了，我们取消掉，可能在这个位置会比干扰比较大。现在画面好像又比较正常一点，那你看一下能否继续往前飞，挑战一下极限。飞出去的时候是100%的电，现在60%，又启动返航了。突船60%又启动返航了。哦，它这个是遥控器也丢失了，双丢啊，突船跟遥控器都丢失了。双丢啊，双丢！我们现在等它那个遥控器